正式烧脑游戏之前，兄弟团来到大理张家花园进行了一场神豆博弈游戏。游戏规则是九人依次抓取豆子，每轮抓取数量最多和最少的人淘汰，淘汰两人中数量较少的人排名靠后，依次得出进入玲珑阁抽取神力的顺序。这针对我了，因为我手特别小，我手比他手还小。所以就多过小鹿就好了。我们按照顺序从小鹿先开始。真的从我，真是不能看啊！你要，哇塞，为什么要泡那么深呢？对啊，你把底下的土豆拿出来也没用，深没有用哎。怎么了？下面有谁？好疼啊！好疼啊！好疼！好快啊！用筷把所有的豆子撒掉，只剩一个。来抓吧，我就不信了。锤哥一颗都没有，哦，买定离手，好，买定离手，哎，就这么多了，哎，不，我只是试验一下，没有试验的，一次过的，没有试验，那个，该第三位抓了啊，来吧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嘛，给你机会，对啊。给我一次机会嘛！你们定，超哥。我们不想给，你们给吗？我们无所谓。那就不给了。你们好会做人啊！不给了。做人啊！好会做人。这个点真的好，真的。真的好啊！哇！等一下，什么发生了什么？这头没真的。手进去了，出来就出来了，这没有办法的。公平啊，公平公正。哎，你不觉得让我拥有神力会对你们有帮助吗？尤其这样是。这样分得开吗？啊！这个点真的好，真的好。哎，这个点真的好，真的好。等一下，什么发生了什么？哎，他抓的很多。300多天没有吃饭了。哎，马路，有300多天没有吃饭了。哎，已经吃好了，兄弟。哎，龙哥好聪明啊！我抓完了，啊？什么？怎么了？什么事？发生什么了？不是，东哥，你回忆一下，抓到没有？看来我们要好好准备了。妈呀！你快抓吧，别让他们看见。哎呦喂！哎呦喂！掏的好深啊，掏的。没有。能拔出来吗？可以拔出来。你别闹了。贪婪是一种罪。不是，你们别看呀！啊，别看，我们真的不看。刘总，你想多了，谁看你了？没有人看了，哎呦！哇，肯定很多。下一位，来鸡颈，来鸡哥哥，快点到鸡颈了。等一下，我刚刚一直在 talk， 我都不知道这个规则是什么。规则好像就不要太多，也不要太少。所以我不应该拿很多的。我跟你说，贪婪是一种罪，你非弄一半斤，这是一轮一轮的。他们应该拿的没有很多，他们都很多，也不可以太少，不能太少，不能太少，他们都很多。哎，超哥，干嘛？多的。李晨呢？一颗都没有。如果说啊，现在我们还要计划那么久，就很傻，会让别人怀疑我们的智商。对，我拿一个，而且哎，都来看，请看大黑牛。我到我了吗？分你一点好吗？朋友们，你看，非常感性，抓到多少就多少，非常感性，毫不犹豫。来，到你了，先就比最多的。对，抓两个就赢了。我一定要六个。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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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
好，现在该我了，对吧？什么该你？你看那个可怜的黑牛的样子。经过第一轮角逐，抓袋子最少的是李晨，最多的是刘涛，所以李晨第九名，刘涛第八名。来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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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超哥先开始，给大家打个样。好，打个样。
不能最多，也不能最少。好，很少。经过第二轮角逐，抓豆子最少的是马东，最多的是热巴，所以马东第七名，热巴第六名。不会吧？那我估计你得八十多了。手太大了。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三轮抓豆子。来吧，周哥，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的。我怎么把他带走？想去我们的国家吗？想。下，我们金鸡国找到了鸭国的伙伴，金鸡国和银鸭国。你在这里搞什么？他找到了伴侣，你要控制你自己，我控制不住啊。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的话，我只好把我们天龙国的人叫出来了，把我们天龙国的人叫出来了。我已经抓完了。对啊，抓豆子，抓豆子，快点！经过第三轮角逐，抓豆子最少的是祖蓝，最多的是邓超，所以祖蓝第五名，邓超第四名。请，请。为什么我先啊？小兄弟们，不不，要从年龄最大的开始，要从年龄最大的开始。为什么？年龄最大的，那我就不客气。或者是最胖的。嗯。还是你，是你是你，还是你？你一个铁沙包大的拳头进去了，大特写，我告诉你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不错，这不错。这么多，来吧，抓多了你这一把，这样会出事儿。你会抓很多的。你再这么吵，豆子都成爆米花了。少了，少了，少了，少过去绝对少。不不不不，再来一把。我觉得多了，就这么多吧。来吧，差不多吧。来，哎，那直接就是三二一了，对吧？来吧。郑凯最多，你最少。哎呦，还最少。哎呀，走到几个？太卷。没有，他其实是抓了一把，你们是空的。掉了。不要再撒了！撒什么呢？我就是爱这样撒野。经过最终角逐，陈赫排名第三，郑凯排名第二，鹿晗获胜，得到第一个抽取神力的机会。罗西，嗯，见到金鸡国国宝金鸡本尊，你还不速速跪下？跪什么跪了？你好讨厌！我要赶紧摸一摸沾沾他的运气啊！各位，说到这个运气，看我们跑男来了，好运气自然也就来了。咱们每期节目啊，都会送出上万个价值百元的淘宝天猫无门槛红包，以及用超低价格抢购好货的机会。哇哦，那就让我马上拿出 vivo X Play 六来，打开手机淘宝天猫 APP， 直接摇摇摇，你就可以用1元钱来买走40英寸的夏普互联网电视机喽。嗯，提醒各位一定要抓紧机会，不要走开，精彩花絮马上送到。今天是鸡年，所以鸡年行大运。今年我抓出凶手的几率会非常大，交给我，因为我了解凶手的一切。我就是 James G。今天又是烧脑的时候了，我最喜欢烧脑了。我思考一下，你觉得今天有可能热吗？为什么这么肯定是热吧？因为一开场的时候，他一直在吃我的饼干，吃我的饼干。你没怎么吃啊？我的饼干全是面包，身上都是面包。胖子，你还说怎么保持？哇，这好棒啊！我们太不错了。嗯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吗？哎呀！哎，我是懒人国的，为什么我这么努力的去想杀手呢？应该由你们帮我判断吧，对不对？我先睡一会儿。没有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因为今天听说还有室外嘛，我换了一
条魔裤。Rose， 这个比之前早晨穿的好，我现在安全感满满。